点，想法还不错哦。洪文空手抓，然后传美湖，内野安打。因为三垒手是更没有办法及时到位啊。那陈洪文呢，他也知道他必须要尽快的来处理。哇，在比较浅球速的时候，其实梁兆荣是守的比较浅哦。那一好两坏的情况，退到稍微深一点，马上棒子比出来，就投点撞速度是有跟上的。这球打得很好，落地之后，通过二垒继续往三垒跑，球来不及了。因为这个球哦，让中外野手林振华呢是花了比较多的一个跑动的时间来处理，所以也使得啊。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振华一举一动的刘俊豪呢是往三垒去了，打在棒头上啊，所以飞行的距离不会很远。那这个高度让刘俊豪很好判断，所以第一步他就开始冲了，落地之后还是有时间直接上到三垒，跑垒的判断也掌握度很高。周家乐在一垒，这球打得很好了。So good， 落地的安打，这支安打呢也带着打点，哇，9-1-2连续三棒的串联，对，也让富邦呢攻下了第一分。哇，这次面对外角来球有准备哦，叶子廷可以把这一球带得很好。往中线的方向没有硬拉，打出平飞安打，带有打点。